10月17号，让一众老阿姨们期待哭的斯美人剧作终于甩头放凉，跟了几张我们小邻居好看到飞的剧照。身着蓝白长袍的我见眉目坚毅，清秀俊逸，挥剑的瞬间发丝飞舞，看我见这腾空的瞬间，果真是骨骼清奇的蓝草少年热，还有这略显霸气的抗剑凝视，这一招一式都自带千世清雅画风的姿态。这任造型师装扮抿抿嘴的小可爱，这无意间吐舌的鸡萌宝宝，这侧身歪头温柔哭的眼神杀，还有这昂首挺胸的傲娇小表情，这真的是不见终身物，一见误终身的节奏。看这样爽朗清举的我谦，转换到如今的尹科学长时，又变成了爱在阳光下踢球玩闹的男孩子了。所以不打棒球改踢足球的宝宝，啥时候来秀一下自己的球技呢？芒果捞新闻，敢问这位谦少侠，可曾见一位异性公子打此经过啊？报道。